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你写的这篇文章哈。OK，好，那你刚开始用了一个还蛮高深的，哎，还蛮有水准的一个句型哈。你说 affluent as our society is, there are numerous children in deprived areas in desperate need of help。哎，这句话我觉得挺不错的耶哈。我不知道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呢，还是说你稍微有个范本可以依循呢，哈，但是呢，这句话其实，它不会太长，但是有把你呢想要表达的，重点的一个背景讲出来，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打个勾，OK，好。不过呢，这边老师要提醒你的就是，哈，如果是你在正式的考试当中，像这样子的东西，最好是尽量避免的，哈，OK，也就是说呢，宁可呢，用一下立可白啊，或者是呢，划掉当然没有那么好看哈，但是呢，就是慢慢写，不要急哈。OK，好，尽量这种东西的话少一点，维持这个你的这个版面的美观。OK，there are numerous children in deprived areas in desperate need of help，没有问题。However，we often ignore the disadvantaged。OK，好，这边的话我有点疑问，就是说你既然已经讲说 numerous children in deprived areas。In desperate need of help，这些好像就应该是 the disadvantaged，OK？那为什么你这个会用 however 呢？好像感觉哦，当我们用 however 的话，是因为你跟前面讲的东西的语气有一点对比哈，OK？所以这边的话，我是觉得你可以改一下啊，比如说你可以说it's sad。That we often ignore their need，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哈，因为前面你讲这个 numerous children in deprived areas，事实上他们就已经是 the disadvantaged，OK？所以你如果接着下去讲的话，应该是比如说你讲说，and their needs，OK，are often ignored，或者是 it is sad that their needs are often ignored 之类的哈。反正你用了一个 however 的话呢，语气上面有点怪哈，OK，好，好，那我们接下去看哈，他说，你说 we often ignore the disadvantaged, which is the reason why I would establish charitable organization。那我们前面在解题的地方有讲到说呢，这边应该有什么？应该要有一个 of 哈，因为它是可数的，OK，that aims 继续哈，to support those who can afford。的，这边的话，这边我猜你是写错了吧，哈，因为如果它是 can afford，你就不用特别讲嘛，对不对，哈，所以这边的话好像是应该是 can't afford the expense 或者是 the expenses of fundamental education，这个字用的挺好的，哈，你可以说 fundamental 或者是你可以说 basic education。OK，好，那我们看到底下啊。诶，我觉得你显然学的蛮多，还蛮高深的句型哈。但是呢，这个地方的话，老师就觉得你要先想好再用。好，你说，But for education, they wouldn't acquire enough knowledge to compete with common students。好，你用的 but for 这个片语哈，但是这个 but for 我们要先想好。所谓的 but for 的话是说，要不是有，啊，要不是有这个的话呢，啊，那基本上他讲的是一个说，什么叫做要不是有，其实就是有。对不对？哈，然后你说要不是有怎样怎样的话呢？点点点点点，所以事实上这个东西我们说它是什么？它是假设哦。OK，好，但是这边的话，我想你不是要表达假设语气吧？你是说若是没有的话，哈，或者是没有教育的话，哈，就会怎样怎样怎样？OK，好，所以既然不是假设语气的话呢，我就不建议用 but for，你可以直接说 without 就好了。哈，without education 或者是 without enough education，they wouldn't。那这个 wouldn't 的话呢，就不用用 wouldn't，你可以改成 will not 或者是 won't。OK，因为你没有必要表达假设嘛。好，这样 OK，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啊。好，这边并不是说呢，这些孩子他已经都受到教育，这个我们不知道，基本上可能还有蛮多没有哈。那如果是他们都已经有受了基本的教育，然后你来说要是没有的话，就怎样怎样，那就合理了
哈、哦，但是这边的话呢，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对不对？这边的话，你是要讲说没有 education 啊，哈、哦，他们呢就怎样怎样怎样，这样子是一个事实，并不是假设。OK，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说 without proper 或者是 without enough education, they won't acquire, OK，或者是 they can't acquire enough knowledge to compete with common students。好，这边的话呢，我们看到 common 这个字啊，哈，好，但我不知道说这些小孩他是怎么样个 uncommon 法，哦，因为，他们可能不是 uncommon 吧，哈，他们，因为他们应该，也是一样哦，哈，长得差不多，差不多哈，OK，好，也很正常，所以呢，这边的话，老师会建议你用其他的，比如说你可以说，students with better family background，或者是说呢，with average students，或者是说 with more advantage students，okay? 或者是 students with more advantages，okay？用 common 的话，感觉上好像说呢，那些比较弱势的小孩子是很 uncommon 嘛，哈，这样有点怪怪的，okay？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说 what's worse。They might not find the jobs to improve their poor life。这边的话哈，其实不用这个 poor，你直接说 improve their life 就可以了哈。OK，好，因为 我们很少说 poor life，你可以说 these people are poor。好，但是我们说 a poor life，no，OK，我们不会这样讲。OK，所以呢，你说 they might not find jobs，或者 they might not find The jobs，那这边的话呢，要注意到你说 the jobs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所以这边的话，老师不建议你用的，你可以直接说good jobs，或者是呢well paid jobs to improve their life and to get rid of poverty。OK，好，to get rid of poverty，OK 啦，好，或者是你也可以说 to get out of poverty。OK，in the future 都没有问题的哈。OK，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说呢，to operate effectively my charitable organization，这边这个 effectively 老师会建议你换一个位置哈，要不然的话你就是呢摆到 operate 的前面。一般来讲，我们说这种副词的话呢，你可以放在动词前面嘛哈。还有一个位置是什么？还有一个位置是这里，放在这里呀、啊，哈、哦、，OK，这样会比较符合呢我们一般的用法。OK，接下来说，I think we，这边有一点点怪怪的，为什么会忽然冒出来这个 we？这个 we 是谁呀、啊、？OK，好，这边的话，我觉得你有点跳太快哈、哦，因为你前面只有讲说 a charitable organization，然后可能在你想象当中就已经出现了。所以这边就有一个 we 哈，但是这边要想好哈，因为呢，其实你除了讲 a charitable organization，你没有讲到任何东西，你没有讲到工作人员呐、啊，对不对？怎么会忽然有一个 we 出来呢？哈，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你还是继续用 I 吧，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你后面才讲到 manpower，对不对？哈，OK，好，所以呢，这个 we 改一下哈，I think we have，为什么是 have？这边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直接就说 "I think we have"，表示你有咯，哦，这样，OK？但是这边的话，应该不是说你现在事实就是有，你可能是说 "I think I will need"，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嘛？对不对？哈，OK？否则的话，你这个时空跳太快，有没有？哈，所以呢，这边应该是说 "I think I will need enough manpower"，哎，是一个字啊，连在一起写，and money，OK？好，然后呢，接下来你这个是对未来的一个愿景嘛，对不对？所以你用的 will need，哎，然后接下来的话呢，你才讲说该怎么做，该怎么做，这个比较合理吧？哈，好，那不错哈，你呢有先讲说呢，这个第一步是什么？哈，那符合我刚才解题讲的说呢，你必须要有一个步骤了哈，所以你说 the first step I will take。这边还是要有 will，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嘛，对不对？好，OK，好，就算说你是考完指考以后要做的事情，也是还没发生嘛，对不对？好，所以呢，
应该还是有说 I will take is to look for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volunteer。好，那这边的话也还是一样，老师建议你时态改一下 ，who will volunteer， 或者是 who are willing to volunteer。Okay, to raise funds. Okay, 没有问题。And receipt. 好，第一个 receipt 拼错了啊，这边看一下。好 ，Okay, 拼错了。再来呢，你的 receipt 应该指的是统一发票吧？是不是？哈 ，Okay, 好，那统一发票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是叫做所谓的United Invoices。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可以不用，好，其实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整个就把它省掉，好 ,OK, 就直接讲 raise funds 就可以了，好 ,OK, 因为这个募发票其实在台湾是一件台湾比较特别的事情，好，国外呢几乎是没有说你买东西拿的收据竟然还可以兑奖的，除非说呢这个是那家商店自己办的活动，哈 ,OK, 好，所以呢这边的话其实呢Raise fund 其实就可以表达，因为这边的话其实你的重点是你的目的嘛，对不对？好 ,OK, 不用呢讲的这么的细啊。Secondly, we will launch a campaign. 好，那这边这个 we 啊，如果你这边一定想要用 we 的话呢，老师会建议说你在这个 enough manpower,或者是说你这个 volunteers, OK, high school students,Who volunteer to raise funds? 这边呢，哈 ，OK, 你可能呢要加一句说呢，你呢要OK, 你会跟他们哈，你会跟这些高中生呢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团队哈，因为你们有同样的目标，这样子的话，你再来讲 we 会比较有说服力哈，这样 OK, 好，那你说呢 ？Second, we will launch a campaign for.Donating, OK, 好，这边的话哈，如果你是用 for 的话呢，老师会建议你后面用所谓的名词，也就是所谓的纯名词。比如说，你可以说，we will launch a campaign for book donation, 对不对？好，这样子 ，OK, 好，或者是 donation, 或者是呢 ，we will launch a campaign to call for people to donate.Their books, or is their used textbooks. Okay, 我再讲一次哈 Launch a campaign for book donation, 或者是to call for donation of used textbooks. 这样子 ，Okay, 好也就是说你用 for 的话呢，这边其实用 donating 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哈 Okay, 好。那这边 all the textbooks, 其实我会建议你改成我刚才在念的时候用的什么 used, OK, 用过的不见得一定很旧哈，但是你讲说 all 的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不太值钱的感觉，好 ,OK, 好，然后呢 which, 这边我想你这个 which 应该要指的是前面的这个 textbooks 嘛，对不对？ textbooks 是一个字哈 ,OK,好，那既然这个 which 指的是那些 textbooks 的话呢 ，textbooks 它不会去 offer， 对不对？这边可以了解吗？哈 ，offer 的话是人把这些书 offer 给那些孩子哈。那你这边讲这个 textbooks 的话呢，你应该是说 which are for those who can't afford the books， 这样子嘛，对不对？好。或者是 who can't afford new books, OK? 好，那后面这个 with access to learning, 我不太了解你这边你中文要怎么翻译，你要不要想想看说，你中文这边的话到底是要怎么翻译啊？哈 ，OK, 因为事实上，这边的话我倒会建议你这个 with access to learning 就不要写哈，因为好像有点，说实在有点画蛇添足。什么叫做 the books with access to learning 啊？因为事实上。所有的 books, 除了可能有一些超没意义的书以外，但是绝大部分的书啊哈，应该呢都是可以让你学习的 books for learning 啊哈 ，OK, 好，所以呢这边老师会建议你这个 with access to learning 呢，把它删掉 ，OK, 可以吗？好，那我们这个部分先讲到这里啊哈
好，待会我们再进行下一个部分。OK, see you later. Bye.